在掌声中，慈大附中与北一附中签订友好合作关系。这是继2016年小学缔结为姐妹校后，又再次交流。秉承追求仁爱精神、奉献精神，诸多方面的一致，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我们之间的友情就像玫瑰一样，也像石头一样，既像玫瑰这般的美丽，也像石头这般的坚硬。两所学校都有医学院的背景，课程相似，这次的互动看得到北京的京剧文化，也有慈济的近似茶道。我们都有一些共同属性的地方，那我们有这么多的课程相同，我们这么的在乎孩子的学习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共学可以让他们学到在学校学不到的。除了签约，同学也将参与学校上课，更深入了解两岸教育的特色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静龙、杨颖，北京报道。